是来讨公道的。你先坐下，你记着，规日你才来拍图，嘛无啥物人看有啊。我破坏了哦，你重新甲大大的，无定着有人讲你有创意，你价值搁较悬，你毋着应该感谢我，互你找个人看得着啊。你继续写，等你写完了吼，我会直接寄小单给你过。你莫袂记，伊也是最要紧我这个朋友，到时阵我会加一条精神赔偿，让你不要再叫唔敢。看起来你嘛不是真正像艺术家嘛哈？你算钱是无？安尼好啊，我无想要赔你遮多的钱，我要赔你医药。哎呦，刚说叫你抽残啊，走路数啊，哎，王心怡，你一边跟方志佳在偷来暗去，另外一边在欺骗阮哥的感情，阿姨安尼做牛做马，你真是袂见笑呢？你是好阿伯，你安尼侮辱我，嘛等于是侮辱恁哥了，你真是足无才调，卡袂着就用阮哥了。啊！到这个查甫人哦，我拢唔知道你困过几个，搁在遐假性路拍广告。你好白！哦，冷静，我要处理。哦，我做律师啊！哦，逐句话无一句话当听一个。我有听讲啦，恁哥哥真疼惜，嘛真要紧你小妹啊。就算讲，互你气到鬼巴肚火哦，嘛是甲你报出来。你唔着爱知影感恩珍惜，那是搁未晓想直接起脚动手啊，伤害心意哦。免怀疑啦，我一定叫警察来甲你抓起来。看你这口唔知悔改哦，是不是阁有人甲你报出来？话唔免讲到遮尔好听啊，奸夫淫妇。哎呦，啊人水水，讲话垃圾鬼哦，做口业啊，一个嘴哦，喷到清气个啦。安怎？我就是要讲啊，但是有三条，你就怕我，奸夫。哦。你唔怕，我怕。我甲你讲。我不爱跟你计较，是乎你阿兄面子。你要相信无？我即摆先叫伊来，我会当伊的面甲伊警告。伊若是搁暴力，我就无伊这个朋友。你敢？你要多看卖无？看你阿兄口要惊吓，还是讲你阿兄伫你的婚礼送你出片的代志，你已经袂记听。你莫逼我真正利用你过来假死你，你看我敢唔敢？你莫两成功，我那就帮你算。还佫有你，到时阵我会一条一条交袂透的。哎，小姐，等一下，你刚才帮我摕些扳手，我摕袂着。你是叫我？哎，对，潘婶，因为我的手车就摕袂着，到三公节，潘婶。哦，好。扳手。哎，你那边。对，这，哦，对，啊，等下来。手机啊，李忠心仪为敌，你要捅我，我就跟你关死了。好，应该就是这摸唔对啊。王心怡，你
真正不知道死活呢，人拢在我的手头，你搁笑会出来？不知道死活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敢知影？你把我抓来吃，恁哥若是知影，会有啥物后果吼？恁哥这么爱我，而且搁足够吃醋的，我身躯顶的破嘞，就是伊送给我的追踪器。伊若是想要知影我伫咧倒，随时会当找着我。上班啊啦！你敢有听到外口有车的声音呢？应该是曹静赶来啊！恁两个吼，今晚嘛是要走，还够会赴哦。陆克，恁去外口看麦，若真正是阮哥啊，想办法给伊引开，绝对袂当让伊发现那个黄兴藏在遮。是予恁哥抓去，那无就是家己选去。你话搁较大声，嘛无路用啦。黄心怡，你怎么还搁在我的手头呢？你是凭什么进来上手啊？你要从啥？起来！你要从啥？起来！现在的红花了，你想会出来 ？Luca， 无人啦，无人来给你救啦。我以后你只个机会哦，你哦，无救啊啦，所以个警察给抓起来。等等，我知影我先个做唔对啊，我好该绝对袂过安尼啊。刚刚请恁两位去个地方好耍。个放心耍，你若是讲戆的哦，个相信你哦。想。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。我嘛知影，当第一组天第一看，卡叔讲，我后做若是搁做歹代志，我一定会受到报应。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敢有当拜托恁两个，真正即个帮我煞，我真正无想要搁有人掠转去关啊。杨幂，我相信。我咱卖报警，啊！不过代志无可能安尼准拄煞。我予曹庆民主，我即马敲电话叫伊来，看伊要安怎处理。电话接啊！哎。这人是你的，我哪知影有人公公来为你死，所以我嘛无法度啊。
你若真正不甘心死，不要紧啦，你就留当第一张，回做伙殉情。你这个查某，你这个恶毒啊！黄心怡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这条线我上袂妥当啊，是你无爱信的。你讲被安排得足好诶，何方自在来无你死？我相信你也后半世人一定会过得足痛苦。无定着你会因为自责，甲气象嘛无一定哦。黄心怡，拜拜喽！拜拜。黄心怡，我手有扣条的，你先别管我，你先走啊！这手骨偏偏，只是这警察嘛看袂过来，你是警察，我警察来救你啊！你等我啊！你等我！我担心，我是被烧疼啊，好可惜。